哦，东皇扁鹊，我们的铭文是梦魇轮回加献祭，好吧，组一个高法强的这个铭文，然后用这个疾步之靴，疾步之靴，回响之杖，帽子，不要去做面具，做面具就伤害就脱了。然后妲己这种英雄啊，都是前期不死，然后到处游走就可以了。这妲己的尾巴可以换吗？他说的是另一款皮肤，这一款不能换。大哥你想怎样？急走小蛇，实力入侵，他卡着我，他还勾我，我很难呐，我要升二级，我来了。发起进攻，太勾我，太勾我，太勾我！我二技能人头，点他，拨他走位，灵性灵性，他勾他，你勾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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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手小晕，哎，怎么晕的是另一个人呢？他捉死我了，哎，兄弟，哎呀，这一剑，我这，他下一剑。吃口药，搏他，痛不痛？这二技能晕他呀，晕了他一技能呀，哎，他怎么切那边去了？还在输出，还在输出。OK OK， 死了死了，还勾勾勾勾勾，哎，勾到了啊，他没摔，可以，打得很激烈。你是干嘛的呀？二技能，吃药。哎，我怎么漏了个兵啊？可以，走了，把回响给做了。前期应该是度过了，然后后面就是到处抓人就行了。他们两个打野啊。想一下。机会啊，先大再二技能 A 他一下，这要毒我。见人先大招是绝对没有问题的，我们就蹲在草里面给他一套。等一下，这里给他一套也可以啊。他怎么电他了一手啊？好，这兵线没人保他呀，我没二技能啊，老弟，我感觉也没赚到什么呀，我现在伤害还是太低了，可以去游走了我们。开大开二开一，简简单单直接秒小脆皮，这哪站得住，给个一技能，他咬吧，别慌，给个二技能晕住，给个一技能，能不能送他走？送不了，我有闪，我可以杀。再见。晕他一手，我溜了。他还追，哎，我这一波不想上了呀，但给个一技能要是给，还是要给的呀。哎，他毒死我了，快点踩个盾给我。Good。没办法，伤害太高了，这样毒硬是把我毒死了呀。你什么意思呢？哎，我好难受呀。你这人好像还蛮会玩的呀。
啊，我们这节奏原来是没有的呀。嗯，别被咬了呀，老弟，我把你晕了他一下。哇，他这个大招有点顶不住啊。先撤吧我。我现在伤害还是不够，我们要把这个博学之怒给做了。他们魔抗是多少呀？因为我们技能命中会减少别人这个法术防御，所以说你不用那么急去出那个面具，你全部堆法伤就行了，懂了吧？露头。上路已经推了。我你当你有这个三件套的时候就可以乱杀了，好吧？都死了呀，去恶心他一套。他怎么把闪给交了？那我们大赚。他被咬了。哎哎，别别别！哎，被毒死了。蹲个草，看露不露头。你看什么看呢你啊？看死。还站在这里这么嚣张，这个人，我肯定起手三技能起手接二一，他绝对再见了呀，老弟。哎，救我救我救我！没事没事，活得好活得好，买装备别急。我再蹲在这个草。我来回螺旋蹲，没有人过来，来了，注意我们的连招，三二一，再见呀！完了，他三技能把我所有技能都堵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一波能活下去吗？不，还能活吗？打不了了，撤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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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原来你这么强，你早说呀！这个药，我以为他死了后那个玄策把大招一这个被动一刷，我整个人就要没了呀！结果他活了这么久，走啊！我早就不走，不走就全杀了。OK， 这边好像会来个人。谁敢追就卡在这里无敌，出来打一套，痛不痛？好像也不是很痛，马上帽子就好了，帽子好了然后再补一个，再去补面具，你就知道这个伤害非常稳定。蹲在草里面采用三二一连招，他别咬我，别慌别慌，大招随便开，五秒一个灵性走位，别急，再走到这个草里面。不行，这个草已经被发现了，我们再换个草，我再换到这个草里面。哎，这就很到位，是不是？哎，完了，他又知道我在这个草了，那不行，我再换一个草，我再换到这边来，是吧？我左右横换，你终于是不知道我在了吧？可恶。好的，我在这个草，他们不知道吧？好像知道还是不知道呀？我也搞不清楚他们知不知道。三，痛不痛？很痛，他咬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二，一，乱杀，乱杀，乱杀。马上有大有大有大，他落地了没？落地一个大，再见，很强很强很强。可以可以，这个蓝 buff 他应该没有想法吧？谢谢你，再去补面具，是吧？再来一首法穿，打谁都不怕了。
我在躲在这个巢里面，很强，出来的。这个巢，这个巢，这个巢，哎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躲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哦，他很机智。我要面具了。哎，我们要看一眼，看一眼他们有没有魔抗啊？好像对面没有人有魔抗，没有人有魔抗，咱们就还是直接做痛苦面具了。有人做魔抗就做那个法穿。马上要变得游戏要变得非常简单了，开三二一，人家就死了，是吧？大招随便消耗，随便丢，六七秒一个，很快。用大招起手，他勾不到我的，吼到了，接了个二，跳一下，跳一下，他一技能过来了，大招再见再见，很简单很简单。再往这边走是吧？一说，哎哦，我想停的，哎，抱歉了，老哥。他勾我吗？没勾到，别慌，别慌，别慌啊啊！晕了，晕了，晕了，晕了！开大，开大，大大大大，一，二，哎，他老是砸到我这个人，你还追？开大，再见。我来收割。OK， 谁敢守这个塔？这本来守这个贤者之书，游戏就结束了呀，乱杀。然后我蹲这个草，看谁过来。马上会有人过来了。算了，我直接推塔。开大开大，随便用随便用，十秒一个。有人露头吗？这个人他往这边走一步他就死了呀。好，再见了，一二三，很灵性这个人，他留了个一技能，说时迟那时快。OK。我再躲在这里，直接上了，直接上了，没蓝，赶紧逼塔。哎，他这个走位那不是必死吗？这不开大招，开二技能，开一技能，呀哈，辉月，完了，我所有的伤害都被躲了。哎，兄弟，我跳，一技能拨他一下，他痛死了。他现在不痛，他等一下痛。还追，还追，这开三技能，开一技能，赶过来，三技能直接半管血没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再往这边走，我蓝有点不够，但问题不大。咬到了，敢往前面走吗？点塔点塔，起来，按大按一，帮我拿个蓝，快点兄弟，哎。算了算了，都不帮，啊，帮我帮我帮我，我拿个蓝。应该也够杀，我就按大招算了，我二技能我也懒得按了，我就按大，灵性走位，实力按大招，走到哪大到哪，他过来晕一下再接，再往这边撤，是不是？他上了，我还有四秒钟，有点慌。怎么讲？哎呦，没蓝了，倒了呀，倒了就算了吧。哎，倒了算了，倒了算了。马上贤者之书出来了，我就直接闪现三二一，直接秒一个。你等一手，就是三二一连招无敌，能不能不要打到隔壁的？
你们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二技能是可以拖动的呀，就拖动可以单独去瞄一个。嗯，然后我们蹲在草里面，有谁要露头？我要起飞了，乱杀。他还点，你再点一下。他被咬了吗？这个位置书一买，大招一开，二技能再见，一手一技能拨，拨死了自己的队友吗？啊，我还有闪，我还有闪，我可以开了。他没有大了，赶快跟我打，我可以开团。痛不痛？三分之一血。好好，有黑暗暴君了，更加厉害了。闪现大招再见，不解释，二技能晕住，乱杀，是不是？我的伤害已经非常厉害了，直接翱翔。他咬他吗？他不咬，不咬，走过去开大，直接全部都一起杀了。OK， 赢了呀。嗯。把张飞卖了，没错。嗯，铭文是什么？梦魇轮回加献祭，梦魇轮回献祭。下一把，连招不是二三一吗？嗯，二技能会被别人躲开，三技能就打不到别人了，好不好？我之前玩妲己都说过很多次啊，你怎么没听明白呢？这个很难理解吗？为什么要三二一？你没有碰到过你二技能二别人的时候，比如说中路是诸葛亮，就躲开了呀。他的下意识会让他直接往后走的呀，好吗？嗯，就是你二技能，这个二技能会飞得很慢嘛，在飞过去的时候，诸葛亮二技能，你这个三技能肯定就有一半伤害会丢失。对不对？你三技能在二技能，他有的时候反应不过来嘛，他没有想到你会三技能先起手啊，对不对？你三技能在二技能在一技能，对吧？嗯，因为你三技能二技能一技能，二技能飞过去的时候，如果他交了个二技能，你就跟一闪嘛，是吧？三二，他如果我就跟一闪嘛，对不对？当然你要最稳定的话，你肯定三二一是最好的，啊，二三一是最好的，两个伤害差不多。没有说哪一套伤害会更高，其实都差不多的。我之前有试过，你看现在是二三一，1944，然后我们看三二一，不对，我之前做过研究的呀，一样的呀，二三一。1966321所以说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321就是厉害一点，是不是？拿出来细细品，哎，321好像确实厉害一点哈，你懂了吧？有的东西很多玩家就是这样，是吧？有些东西他不知道为什么厉害，他就这么厉害，好吧？你没重置，哦，我懂了。我记得我原来试过呀，哦，我没重置，也就是三二一，哦，一样的，一样的，看到没？刚才那个被动叠在那里了，啊，被动叠在那里了。好吧，一样的，一样的，1947，然后你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在那个等那个被动消失，213 1961，然后321也差不多是19多，你就等他那个被动消失。嗯，然后321一样的，不存在哪个伤害高哪个伤害低。好了，
我是说我之前还是实验过了的，到底哪一种连招伤害更高？一样。三技能减魔抗，他所有技能都减魔抗，你有没有看？如果打几技能命中敌人，将会减少敌方的这个法术防御，是吧？最多叠三层，一样的。二三一呢？一样的呀。二三一，这不1900多吗？三二一也是1900多呀。是不是？三二一，1900多呀。好吧。嗯，好，谢谢 B 加侯爵。但是 三技能起手的好处就是你该打的伤害它都能飘出去，你二技能起手，二技能飞的时候，三容易